土耳其抓螃蟹也太容易了吧，咋了也不能给放上来，靠跑，哎呀啊，靠咋的啊，哎还夹我鞋子，靠，嗨大家，现在是我环球旅行的第9个国家土耳其，然后前几天不是在安塔利亚抓螃蟹吗，然后抓大概5-6只吧，这次我把装备升级一下，看一下这次能不能够抓一些了。哇，就到了，然后坐这个车是可以直接到达的，就是公交车了。先把衣服穿上，有点晒。不知道这个河还能钓多久，因为这边这个有个挖土机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河要扩宽还是变窄了，这是。因为这边都挖了，哎，且抓且珍惜吧。今天这边这个桥就特别容易钓鱼啊，你看前面那边都是的。这大哥都站出去了，一堆钓鱼了。我们待会就会应该还是到这个位置啊，然后看看那草丛那边会不会有多一点。大概就这么环境，有点像芦苇荡了。那边是居民楼。这次我稍微做了一点改良啊，就是跟之前有不同的是，这次我做了一个诱饵，就是如果说这个螃蟹伸进去的话，吃我这个肉，它待会就会就被这个线给勾住了，然后越勾越紧，我就直接给它捞上来了。还是老样子，就是往下一丢就可以了，然后还是丢老位置了，它待会就沉下去了，已经上钩了，你看那个线已经拉很长了，你拉呗，我就拍了，应该已经直接勾住了，有没有感觉到，慢慢的上来，哎，那边已经冒气泡了，看见没有，连拖带拉上来，看到一只，它勾到它腿了，我看到了，勾到了，慢，我来提，我担心它那个线真断了，上来了，看我的陷阱，果然是有点用的，走吧，小心，你拉住线就可以了，我来夹住它，啊，断臂侠，你是断臂侠，兄弟，还想夹我，嘿嘿，都抓到了哈，这只也蛮大的，这只是你抓的，蛮大的第一只。说了，是只公蟹。之前绑螃蟹绑得不好啊，被夹了好几次。这一次学习一下，绑螃蟹应该没有这么挫了。你踩住，还想咬我？我已经学会绑螃蟹的方法了。你还能咬到我吧？你也就一直找。哎呦，这还有点扎人呢，这是。一只还想咬我？赶紧跑！不要跑！你是跑不掉的。OK， 哇，他想夹我，哎，他想夹我。这个螃蟹我不知道，因为国内螃蟹梭子蟹跟这不是一个品种，国内大概梭子蟹好像30-40一斤，这个螃蟹我不知道国内是多少钱，应该也要30-40吧。这边我们当时问的，这个小猫把我的叼走了，我靠，把我的鸡翅叼走了。我去下。夺回鸡翅。我说那个小猫在玩什么，他把我鸡翅叼走了。嗯，退出来，哎嘿，陷阱退出来了。OK， 就这个小环子。它一靠近的时候，就是相当于腿伸进去，我就拉紧它，它就跑不掉了。它其实拉了我好几个环，我好几个陷阱都要重新弄，这环也被它拉了，变那么小了，就拉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陷阱，小猫又想来偷东西了。我发现那个没了啊！我你是来打啥？来个数据给我，现在动了。哎呦我靠，这个有点力啊！这应该是上钩了已经，对，绷直了已经，绷直了，能感觉到力度了，对。这个真上钩了，你跑不掉了。这个有点力，比刚刚那个有大力。啊，看到蓝色的钳子了，没上钩。啊，掉了，在那边跑掉了。他没有被我的勾住。我把这个拿过去吧，拿到那边去。相信我靠！
我们现在换个位置，鉴于刚刚的情况，我感觉这个地方风水不太好，去那个草丛多的那，去草丛那边比较多的地方看一看吧。我这边放了一个，看见，看你看那边，现在拉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一阵一阵的，你看到吗？那你能看到吗？他刚一站一个，我看到。但我担心，我担心他待会挂到勾住，对，对，可能挂在草丛上。还有蓝色小瓶盖子，哎，有小螃蟹了，好小只，放大放大一下。哎，他没咬到了，他没挂勾上，他没有勾上，他没有勾到我的线上。有啊，他不是跟着吗？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。跟着呀。小螃蟹了。没勾上，看见没有？没有勾上，无影脚，无影脚，小螃蟹一只。哎，没办法，今天收获比较少，你就跟我了，跟我走吧。他没有勾到他，哦，勾到他了，还挂到他了，挂到他了，挂他，已经勾到他的那个小爪子上了，完蛋了，勾的是他的这个钳子上，不好拿了，这是。小小的一只，哎，收了吧，也是公蟹啊。松爪，松松，松开了，收了。啊，怎么只有小螃蟹、大螃蟹呢？你老爸呢？还好可以吃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在拉绳子了？那我提一下看一下啊，看看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嘿嘿，嘿嘿，放大一点啊、哦！哎，我已经看到它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勾住没有。靠！这拽断了，我也是醉了，我也是醉了，这个线给它勾过来，线掉了，靠！OK， 勾回来了，勾回来了，我也勾回来了。这次你跑不掉了，看见没有，老铁们？那我不确定，我感觉他应该没有被我的线勾住。我确定他应该没有被我的线勾住，被他咬的我。我去，你又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啊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都能扑他了。再来一点吧，老铁，再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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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应该没有勾住他，我只能靠我。兄弟们，抓住他了！啊 ，fuck， 夹到我了！靠 ，fuck， 什么情况？这个玩意，这东西，我靠，一点用都没有！啊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真的动了，这次应该真的有了哈！石头绷直了，还线绷直了，我感受一下。有点感没有了，拿上来试一下，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他应该又是
啊，它好像是往左边拉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有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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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有，是有，是有，你拉着。好的。嗯。它在往左边跑。有了，有了。有，你看它在往左边跑。哎，你看又往左边跑，哎，你拍不到，拍不到，是有重量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如果待会来，我就把手给它勾上来。好，是一只，是一只，你看见吗？嗯。哎，你不要动了，待会你不要动了，哎，它没勾进去，可能在我手要拨上来。好像。他被线勾到了，他又跑掉了。这个地方，他被这个线勾到了，开了。我靠！我要打死他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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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慢慢拉过来。嗯。看到了。小样，你得站到我右边，你得往后站一点。我待会，我可能会跑，我可能要把他骗上。我可能要破水了。你不要动了，这个你不要动了，不然你发现了。啥了也不能给放上来，靠！跑，小样，啊，靠！夹到了！哎，还夹我鞋子，靠！你夹到了？夹到了，好痛啊！好，啊，哦，好痛，哦，好痛，真痛！我靠！哦，没夹破，没夹破，没夹破，哦，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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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很深哦，有点痛哦，有点痛哦，哦，蛮深的，靠！这边透了，这边也夹透了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还是消毒一下。OK， 最后捆上了。今天总共又抓了两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已经不行了。我要回家的时候，手上有点严重啊。然后主要今天没网子了，之前放在那边那个网子不知道被谁拿走了。然后那这期视频先到这，我先回去了，洗洗它。就这只手夹的我，它应现在应该要得到相应的惩罚。